谢谢您来响应我们这一次织品服装学院跟王国妹新浪潮运动所主办的一届危机契机转机的线上对话。身为上海顶天时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跟国家高级面料设计师，你拥有的专利有超过17项，著作权更厉害，是有1180余项，尤其是在长期专注提花的创意跟设计上，你每天以10个新产品的速度在开发，是相当了不起的。这次的疫情是出乎大家的想象之外，时间拖得非常长，能否就你所从事的行业跟周遭观察到的现象，及所意识到的，你为我们谈谈这些影响，麻烦你，谢谢。因为今年这个年后，中国这个新年后，这个疫情让大家这个措手不及。我们这个应该是在2月份的时候，中国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我们的研发，包括我们的整个开发没有受影响，国外2月份没有疫情。好多东西等于说全部过来，直接从国外的总部直接寄给我们。就是后来我们查了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专注于这个行业领域里面的东西，不管这个有疫情有没有影响，他们还是需要一些比较美的、时尚的、创新的产品。我们就在2月6号其实就开工了，就一直没有停过。后来到了3、4月份，国外已经有疫情了，听了很多国外的牌子说开始撤单了，我们没有撤单啊。并且我们还接着在下单了，很多单子还在下下来。后来我们总结了一下什么原因呢，就特殊性，可能是他们刚好在这个疫情的，可能不需要简单的，是需要一些特殊的，像这个疫情的色彩。这是我们在疫情之内的两个感悟啊。我觉得我们这么多年专注于这个研发，专注于设计，包括专注于可持续时尚的投入是值得的，这是我们疫情之后的最大的感悟。就是从刚刚您讲的那个话，我们发现说在您在那个管理跟策略上都是非常成功，因为我们在讲说在策略上你做的事业你必须专注，那你长期的专注下去，你就是会累积，你就会有核心能力，从核心里面你会演变出竞争优势出来。为什么就是大家都被撤单或是大家都没有单的时候，你还能够继续这么跑哦？就是我们在讲你的东西是不是有价值，你的东西是找的，你的东西有没有办法被复制取代。刚刚你有提到说你在园区里面的办公室大家可以集中在一起去真正工作，这个组织里面是不是有办法传递这些你想要传递的东西，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能够在这一次的疫情能够胜出，那很多人其实基本上都停产了，然后也没有单子，还蛮辛苦的。之前的几场访谈我们发现说有的单子甚至掉了只剩下30啊或是20这样子。所以从这个的发生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企业如果他有他专长的地方的时候，他才有办法撑下去，能撑多久就是看你的实力有多少这样子。那顶天集团在生产技术研发跟服务上都追求最高的品质跟永远的创新，那您过去累积在提花纺织的多元化发展，致力于提花行业工业 4.0 的研究，您是北疆工业 4.0 的研究，先稍微跟我们描述一下可以吗？工业 4.0 其实我们开始不知道这个叫工业 4.0， 其实在工业 4.0 之前我们就做了。是什么概念啊？就是说我们在08年09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提花其实是不太多的，是我们把它延伸的更加的丰富多彩。因为中国原来的 Jacquard 织锦缎啊，是我把它变成了更加丰富多彩了，比如说我把它变成这种定位的花卉啊、水墨画呀、流苏啊、蕾丝啊，像这种组合的，把这个产品丰富打开的时候，我的订单量大批增加，导致就是我发现就是内部的人工运算不过来。第二个呢，有同行来挖我们人才，如果说挖走我一个核心人才，对我来说如果走了我没有一个体系怎么办呢？这两点要求，一个内部的要求，一个是外部的要求，一个外部的逼迫。所以当时我们就做了，就把我所有的现在所有的 Jacquard 的技术全部就做成了 IT 语言，做成了线上化数据化。我做任何的东西就是在里面都有工艺有标准，我可以从里面调出来，把文件发到我机上去，它在什么做的怎么进行全有。这个整整花费了我08年一直到16年，花了我8年时间把它整体做成了。所以我的东西是从开始一个入口一个打样，再到最后设计画图、织法、纱线、后整，包括最后的呈现，全是有数据化的。包括我这个打样打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可追溯的，在我的服务器里面。所以我整个服务器在我的园区里面是不能停电的，如果停一天电要么他提前告诉我，如果他晚上停电的话，如果说他不告诉我会对我服务器造成很大的损失，因为我里面有很多的数据。所以这个我们公司最大的资产是我们的机房，组成了我们近15年的隐性的 TUJ
叫 CARD 的所有知识，里面有差不多20多万个梨花的样品的数据，100多万个图案全在里面，可以进行匹配的。这个是当时我们就是一步一步把它做出来。后面大家在说工业4.0，去年进了一个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的学生，进来以后不到2周，水平就达到了差不多在我们外面的水平副总监的级别，又把我们之前隐形知识全部灌输了，他全部在我同台级，他是翻到我10年前的，然后拿这个东西知道前面打过几次样，有什么问题，所以他马上就接轨上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工业4.0后面的这个收益，前面花费了我们很多时间或很多的人民币，花之后呢，我们觉得是值得的。他很多是进行复杂运算在后面。所以您高瞻远瞩，在2008年就开始做这件事情，花了8年的时间，那等于是说真的是8年有成嘛？那数据化的结果其实是让内部所有的运作是更有效率的哈。那其实这是未来的趋势。您对于这个像这样面对危机，您有观察到什么样的契机？当然就是您的产业以外可以讲，产业本身跟产业以外的都可以讲，就是说这个危机有什么样的契机，而这个契机又可以转化变成企业的转机哈。因为就我相信现在有非常多，尤其是中小企业，大概都是面临生死存亡，所以您的智慧的这个建议可能会给他们很大的帮助。那如果要做这样子的这个转变的话，它需要具备哪些的条件？可以麻烦你分享一下吗？我觉得作为企业来说呢，第一个要有自己的定位，像我们就专注一点，专注一个纺织行业里面的一点，然后实际这个行业里面就是你深耕10年20年，觉得这个行业里面不管国内国外都会有品牌或者客户会找到，就像日本的百年企业啊，这个他这里做得好，自然就有人想到，因为确实是给消费者或者客户带来了这个前所未有的这个体验，不管是美的体验啊，或者说设计上的啊，都不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人不多，我们差不多不到100人，相对来说这个就好。然后后面的时候机会呢，就是说疫情之后呢，大家讲结合蔡院长的这是永续这个课题呢，就是我觉得很好，未来肯定是在永续，大陆叫可持续时尚，老外叫 sustainable 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个大大的机会，我觉得这未来可能是特别大会珍惜这个地球，然后不破坏这个地球，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更加的和谐，更加的符合这个自然的法则。你刚刚提到那个定位其实是真的是企业里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的定位清楚的时候，才会知道你的消费者是谁，你的消费者需要什么，然后你能够针对你消费者的需要做出他很满意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没有很清楚的定位，你不知道你的定位的时候，其实公司会是混乱的，因为它的所有的产品啊，它的价位啊，它的甚至促销啊，它的通路都是会出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你刚刚提出来说定位，然后接下去就是要专注，定位定对了以后，你就朝着这个地方一直深耕，一直努力下去，我觉得这蛮好的。那其实我们上，我记得在这个2年前的永续跟吴波院长这个举办的这个，应该您也有参与啊。您说那个永续这个可能是未来很好的发展机会，那对于贵公司来讲的时候，您现在在从事的跟永续相关的是哪一些东西？为什么那个吴波院推荐我？因为我经常向他传播这个永续的概念。我是那个2011年。我就拿到了这个，你看你们叫这个 GIS 全球可追溯的一个系统，2011年我就做了。什么叫这个可追溯永续？因为我们是做材料的，这个材料刚刚讲这个 GIS 是做什么？我打比方，我这里有一个就这个产品，就是塑料平片，然后做成这个纱线，然后再做成这个布料，然后再做成衣服。我们已经做了消费前跟消费后了。大家正常的比如这个再生涤纶这一块，他们是用平片是做用衣服来回收，我们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衣服回收以后叫消费后，回收又变成纱线，然后再变成布料。那还有个消费前，什么叫消费前？就是在很多那个化工厂里面边角料收集下来，然后再变成纱线。这些证书我们都已经做到了，已经有了。我们前3年前在法国 PV 展，我们推出了海藻纤维，这个当时在巴黎 PV 展海藻纤维推出是比较轰动的，变成了他们的叫网红打卡点，所有的设计师都过来。因为当时我们做了一个用整个海带做成了一个衣服，差不多有3米高，那件衣服很神奇，就2个小时要喷水，一喷水它就张开啊，有那个海带的香味，然后这个海藻纤维的效果是它天然的亲肤远红外，然后埋在地底下6个月又没了。当时那个叫 Stella McKinney 就过来订单下订单，因为在这个服装牌子里面 Stella McKinney 它其实做这份还对策的这个做挺多的啊，这个永续环保。所以这个有点像那个我们现在其实对吃的东西也很重视，所以会要求生产履历，它有点像那个生产履历。现在听的时候想要请教的是，它是不是从 Cradle to Cradle
Cradle， 就是从摇篮到坟墓。对，您官网上也提到用提花啊、哦，让生活美一些，让生活绿一些。您在纺织面料的设计、创新跟供应链管理，然后积极研发可持续时尚面料及传播。那这次疫情哦，因为各国有各种的管制措施，然后国家也长时间的封锁，我觉得对于人类的行为、生活方式会有极大的冲击跟改变。那加上全球暖化，南北极冰层加速的融化，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问题跟病毒。那您认为就是说人对自然的尊重跟环境的应对，它其实某个程度会牵动地球的未来事。那当然您已经在做了，那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除了您以外，然后当然你还可以继续做更多的，可以让这个我们居住的地球达到可持续性的发展，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做法可以？我刚刚说的是材料嘛，从摇篮到摇篮，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其实它做材料的还是有这个生产过程里面这块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现在讲的那个 HIGG、嗯、HIG 还有那个 JDHC， HIGG 就是染这个布料或者染纱线，你水是有多少，这个水是控制每个月我们 BVITS 要检测的，废水不能流入到我们的地下啊啊这个河里去。还有叫 JDHC， 它的化学品啊全是无毒的，对这个大自然是有益的才可以用，那个有毒的就不能用。这两个东西其实对未来的这个是非常重要，中国已经逐步开始了，我们已经做这个差不多做了几年了。我觉得这个未来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川里面如果说都做这些事情，那我觉得对地球就会越来越好。这些东西都是它经过测试，都经过可以追溯，可以追溯每一天，可以追溯每个月，那我觉得这个是可持续的。您刚提到的哦，其实有一个重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政府的政策有适当的就是要怎么样朝这个方面去的时候，它的效果其实会比个人或是企业来做要快得多。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大陆在这方面已经有意识到，而且有推动一些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对整个地球，对整个的产业的发展。今天非常谢谢你接受这个对谈，我觉得收获很大，谢谢谢谢谢谢。好啊，哎，好啊，谢谢，再见，再见，哎。